哇，你是来相亲的吗？嗯，是啊，你是肖先生吗？啊，我是，王阿姨终于靠谱了，介绍个这么好看的。那你方便摘一下口罩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哇，好看好看，果然是美女。嗯，那你有什么要求？就是你对我这边都可以提。我自己倒是没什么要求，就是我妈那边我不太好说，有点尴尬。啊，尴尬。没什么的呀，相亲嘛，就是要坦诚相待。你说吧。其实，我妈想我一年之内要个小孩。啊，一年之内要个小孩？啊，我没问题的呀，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是很正常的。是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吗？嗯，还是希望有辆车吧，代步车那些都可以。车的话有一辆，虽然不是很好，但是代步肯定够用了吧？这个车呀，啊，没事，我有车。我这个车也不错啊，是还行，还挺有品味的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这个条件？我觉得你很不错呀，都挺符合的跟我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也感觉你很不错。是吗？哼，我觉得阿姨说的生小孩的事情可以尽快落实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啊，那我们今晚先去见见阿姨呗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走吧。那走吧。